好，我们再讲这个明题。那么谈到明题啊，我就要跟大家讲这个我真正的第一次看到明题，应该是27年前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是明题，所以我讲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签啊，光明的圆签。你看我那个第一本灵书，那时候我是啊27年前写的第一本灵书，看到那个光明签。那么所谓的看到，我所谓的看到不是禅定看到，也不是醒着眼睛睁开看到，而是我躺着。那么我讲啊，很多人讲说啊，是你做梦，那做梦就没有什么稀奇。假如是我做了一个梦，说我看到什么，那当然是没有稀奇。但是呢，我所知道的，那个根本就是不是梦。你是在清醒的时候啊，完全清醒的状态之下，你看到光明前的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明体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皈依，还没有皈依佛教，完全没有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在第一本灵书里面写到的，我去了这个玉皇宫啊，那么得到了这个灵感啊，一种天眼啊，以后啊，回来了第一个晚上，那我躺着。眼睛闭着，那么眼睛里面就看到一个光明圈，很光明很亮的。那这个圈子的周围啊，都有光的，很闪耀很闪耀的光。其实那个时候啊，不应该叫光明圈，就是密教里面的所谈到的明体，那个就是明体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。然后呢，我的人就升起来，应该按照现在来讲起来，现代的这个灵学讲起来，我升起来的东西叫做星光体，我自己身体的里面的星光体升起来，然后飞进这个光明圈里面，就是我现在在讲的，你融合在明体里面。假如那个时候啊，27年前呢，我的星光体升起来飞进光明圈里面，那么一进去以后没有回来，那就是我在啊20几岁的时候啊，差不多26岁的时候啊，啊我就是突然间被人家发觉我已经心脏停止了，已经暴毙，那个时候叫暴毙啊，死了，就已经没有了。还有回来，这个星光体又从光明圈里面又出来，从明体又出来，又回到自己身上。所以我飞进去的这一段的历程呢，非常的清楚。就晚上啊，这个9点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，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光明圈里面。所以我一面飞啊，一面看，一面飞一面看，哦，看到很多活菩萨。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看到大白莲花童子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大白莲花童子啊，我不晓得的，晃白色的光，全身很光亮的，然后在莲花，站在莲花上面，有一个声音跟我讲啊，就是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莲花童子。就是这样一句话，然后让我看啊，碰到很多活菩萨的。我那个晚上啊，我是一路看一路记，一路看一路记，进入光明圈里面以后就一路看一路记，哦，这个是什么菩萨，这个是什么莲，哇，这个莲花，这个大真的是大如车轮啊，看到西弥山啊，看到昆仑山，看到天柱，
啊，砍到整个山河大地，整个非常清楚的，一直记得很。我一路走，一路记，一路飞，一路记，很清楚。尤其莲花童子这四个字更清楚。我不知道什么是莲花童子，从来没有印象，除了那个罗刹三太子是莲花化身以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时候还没有皈依佛门啊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把它写成哦，看到一个光明圈飞进去，在灵学讲起来就星光体起身，然后飞到这个光明圈里面，以后又出来。我那时候啊，我没有皈依佛门啊，佛教界我什么都不认识，道教界我也不认识。回来讲给父母听，给我爸爸妈妈听，我爸爸就讲说啊，他是李锦啊，李锦就是托塔天王啊，因为他有一个儿子是莲花化身的，就是罗刹三太子。他说那我就是李锦，他看封神榜的。但是我确实我一回来我就跟我父亲母亲讲，讲这个境界给他们听，给我父亲母亲听，非常清楚。我说不是做梦，就因为这样子的看见，我就走了这个修行的路子，就开始走修行的路子。所以这一个啊，是我一生当中的精神的支柱，精神的一个支柱。我确实看到第一次的这个明体，我确实星光体飞起来，然后融入里面，然后又进去以后又出来。我相信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佛陀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明体，在密教里面讲起来，佛陀所看到的也是明体。那么我在这个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明体，跟人家讲没有人信的，都没有人相信的，没有人相信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。我那时候也没有修行啊，但是他让你知道这个是前世的一个根基，你前世的有这样子很深厚的根基带到这一世来，那么到玉皇宫的时候碰到这个奇缘，你当晚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明体，你星光身就飞进去，然后看到你的前世，以后呢慢慢呢你就走向修行的路。所以我以前学的啊是测量，大学学的测量，高中学的是梵刷，就是助攻，梵刷助攻。怎么会走上宗教这一条路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，有这个因缘以后就走向宗教这一条路，一直到今天。那么到了今天呢，你才知道你看见的是明体，不是星光，不是那个光明圈，你进去的是星光体。那你必须要怎么修呢？你看到明体以后，你这个不退转了，但你时时啊要接受这个明体的光明在你身上，要进去出来，进去出来，你增加你自己的星光，也就是密教里面讲的你自己的紫光啊，这个紫光要很强盛，母光就是宇宙意识的明体，结合起来叫做果光，叫做果净光。那么成就以后就变成果净光，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是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宇宙的明体，一个是自身的明体。